这么大的款，为父替你扛。 你想要任务啊？你去甲机关主斗相共。哎，阿姨，你精神啊！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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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你这臭风，你竟然敢扰乱慕容易形象，不孝呀，了你不得了。真是恶梦连连，啊！即卖又搁困到这么甜，唉，烦气啊！这几天辛苦你了。看你啊，困到你肝脑三滴，啊，所以阿爹就提千块，甲你下堂啊。
爹，海林哪会当让阿爹为海林一方呢？咱人是表姐，阿爹替你一方嘛是应该嘛。你看，还搁咧流汗。多谢阿爹，啊，不过阿爹，你嘛要注意家己的身体，唔通伤过操劳。嗯，阿爹知啦。幼爷，幼爷。幼爷，什么代志？大厅，大厅是安怎？隔壁幼爷拄在天顶，突然间拉一个物件伫大厅，请幼爷过去看一下。迄项物件真恐怖，大家看到拢惊到呀。这种代志是，我陪你来看。嗯，请。幼爷，请看。这是什么？阿爹，这是一个龙头吗？龙头？是公主讲了讲唔对，这确实是一个龙头。叔兄，我连你这臭狐狸哦，拢无法度修复啊！你哪会讲办了好？无喏，叔兄用意就是爱你牵着迄妖狐，狐姬公主会当完成伊的使命啊！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啦，叔兄，有一件代志哦，我想无咧。下拄我伫天顶的时阵，看的人明明就是姬公主哦，不过伊敢唔捌我。而且伊的装扮哦，甲以前嘛无同款嘞。奇怪，伊本来就是天顶的，只比青粉转世。将来，伊是要做人间九五之尊的皇帝，所以伊才受到玉皇大帝之召，奉旨将龙神杀死。已经好。多谢，拄只你所看的，是伊的完成，伊当然唔捌你。是安尼哦，那安尼，迄个西皮猴，佫无法度救龙神啊！唉，龙神伊善恶不分，残害百姓，伊是罪有应得。就算讲伊安那救西皮，迄嘛是无路用。即卖西皮佮纪公主爱将下来代志安顿好势，也就是我佮伊见面的时阵啊！哇！足好个咧，我嘛希望伊讲哦，较早来个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到底是安怎？哪会敢若看到一个龙头，就惊到昏倒，到即摆拢还袂清醒？阿爹，二公主，上大夫，拄只遐大夫，伊是安怎讲？禀二公主，所谓大夫。拢来甲幼爷扎过脉，因讲幼爷无啥物病啊，可能是惊吓过度，只要加休困就会好。休困？休困敢是安尼？阿爹啊，从今仔到今摆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假使讲若无代志，早就应该清醒啊，哪会到今摆还袂清醒？这，俗话嘛唔知影，我想。敢会后爷即几天伤过操劳？上大夫，麻烦你，你即摆加找一挂大夫替阿爹看病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将阿爹的病医好。也毋过，后爷即摆身体欠安，袂当处理国事啊。大厅也有一件大事，有代志要禀告后爷。我看二公主，你先去处理一下。好，让阿爹伫遮休困一下，咱会去。是。
未到我真正有机会所在。我即马就要去地府报道，而且叫，既然我参加轮回，好死人去凡间投胎做众生，愿不愿？我不愿啦！师父良心，是你。我已经前日想要改道三工了，想袂到，这是难得一见。多谢到尾位你的救命之恩。你唔免客气。对啦，良心，你即马是要去什么所在？玉帝有旨，我即马去地府报道，然后进入六强轮回。后世人去凡间做众生，人人都杀，伊用遐数百条无辜的生。良心，你本来就是天上的神仙，何必着甲凡间人同款去投胎转世？我嘛无想要安尼，但是玉帝难讲。就算讲你真是要去轮回，不过你敢有想，这西壁机场，东东是一个后爷，伊哪会当对你讲话无算？伊有答应要救你，也不过，也是让伊假将你杀死。良心。就算讲你要去受，敢讲你无想要先报仇？无唔对，是机场医生答应我，要带因囝看到。但是最后，我嘛是让因囝机会所占，是伊骗我，是伊无守信用，这个是我一定爱报。良心，你即马就当去报仇，我尽全力甲你斗相共。好。是天意。二公主，药啊药啊，已经转好啊。来，好啊，是。哎，二公主。有遐精神啊！阿爹，阿弟，阿爹，你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阿爹无事，阿爹，唔爱看过伊人物件，爱两个目睭曾经人家讲，阿个安尼行下心肝淡定。阿爹，这昏迷不清，你唔免惊，是讲迄个龙头。唔知为虾米所在落落来，啊！不过照你来讲，伊个目睭应该袂避开这条。对啦，遐龙头嘞，阿爹你放心，害你惊阿爹佫惊着，所以叫人提去带。是啦，幼爷，你都莫佫担心啊啦。二公主为着幼爷的病情，四处咧找找大夫，而且转了真侪贴的药啊，只是烦恼幼爷你。阿爹无事，你看，阿爹都唔当精神啊！大雕，阿爹已经好啊。阿爹，害你也是未放心，你就无我爹才陪你嘛。你看，阿爹都唔当起床啊嘞！啊，即摆什么时辰啊？启禀幼爷，已经出事了。出事？这样你啊？阿爷一线。恁拢着去休困吧。是。阿爹啊，害你暂时还阁袂忝，无安尼啦，我伫外口守着啊。你若有啥物代志，叫害你一声。明仔。害你过去。天顶奈无缘无故，落只龙头来我府中。咱的目睭见到乌黑的假光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敢讲这是不祥的吉兆？吉祥，用我命来，用我命来！你，吉祥，当初你答应我，要让你囝会生，但是你无守信用，用我命，用我命来！不是。
袂离，唔好阮囝离开我身躯边。事实上，伊也正经无离开我身躯边脉搏。你的比赛，这个人怎怪我呢？想讲恁囝无离开你半步，恁囝有病，既然得上天地，要从我龙头走。皮枪，不管安怎讲，你答应我要带恁囝留住。你骗我，你无守信用，连我命啦，连我命啦！你先坐，来，你先坐。阿爹，你看到没有？阿爹，你讲伊是啥物人？你讲伊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！这条情歌写人听。你睏到遐晏，我甲伫遮春轮下。啊，阿妹，那你讲啊，你昨日拢嘛足轻松诶，敢若伫一间草厝指挥东指挥西。啊我咧，袂顺啊食我咧，跳来跳去，飞来飞去。我突然间想到一条歌，真适合我。啥物歌？我娃娃，我娃娃，一天到晚。规天哦，都跟遐逛街啦、shopping 啦、啥物呼呼呼华啦，我看哦，你最大的兴趣就是败家啦。叫你哦，伫厝点一分钟，我烦恼发抖啦。哎，啥讲的呀？我拢若陪我，我就招会条啊。哎呦，哎，需要啊，七早八早卖想说有诶无诶，无分。不给。嗯。听到啦，你烦恼不啦？讲你是咧讲啥？我不就是啊，你家己诶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搞阿爸，你来耍咧，你无事做事。小平啊，今麦哦，流行一点比针手啊，而且手机嘛无代志啊。啊，你拍算当时，敢要赶紧去手机店啊？你又是哪行的？我跟你讲哦，迄个手机店做人是这么好哦。你看，一点仔饮水尔，伊就开牛进山，才就这么好的人。你若是哦，无管你再机灵，到时阵哦，别人抢去，你就老死咯。哎，需要啊！你足无水准嘞，哪敢当吹鼓当到一半人中断嘞？无水准。哦，对，叔，你讲我漳州的百草成果的时阵啊，阿姨对我足客气的，而且佫有讲着淑女的。嗯。见啦！无水准的人是你，你是要怎当吹鼓？哎，你的，刚当一半歹讲，哪敢再拉一半就走？哈，哈，歹讲差哈。恁即马就去探听看卖，吉公主伊正在代志。是不是已经完成了？哦，好啊，好吧，新官仔，今日来做工，好，行，汪汪汪汪汪，一天到晚忙叨叨，吹长城。我去做工，你是要听的？打，蜜蜂叮你。二公主，上来吧。公主，小爷病情，我那爹，唔知去望到什么，还是看到什么？伊直直讲，有人要向伊索命。唉，所有的大夫拢总看过，伊拢讲，小爷这摆的病比两公前搁较严重。二公主，这边安那办才好？假使若团体调歌，叫帝王知影，一定派兵来攻打咱了。
知影，阮心内一段情无遗憾，心情像飘浪的船只，孤单的酒愈饮是心愈惊，有情的歌有情人听，一句搁一句，一句搁一句，唱出着阮心情。啊，一个人上惊孤单惊，一条情歌写人听，孤单的酒。心愈惊，有情的歌有情人听，一句搁一句，一日搁一日，唱出着阮心情。啊，一日上惊孤单惊，一条情歌写人。